那这古来的板来了。古来套那板。嗯。关键是古来一般菜末了，一般熬尾板。我这次用古来的整板。啊。古来整板的超油了，古来些油了一比五了。哦，我那煮一锅了，一年五个嘞。没，这难开点都不要做。啊，难开点。而且铁汤板样的。但这是的开的铜板汤锅了哈。这自己决定啊。胶胶，因为我阿婆胶胶油嘞。哦。但无法无给他带这地。这烟板汤锅了哈，跟鱼盖的锅，我那么点嘛，不盖嘛那得一根的哈。但是胶油。但是烟板能用。胶油胶胶。胶油板就一点的，哎那多，那很板了。哎那胶油给我接了，我就用那过来按照那个比了。啊，这那多就很。嗯。哎那胖，你看。嗯。但是最板单不？哦，我了很胖。嗯，但是么二种比了就算了。啊。能拿下来就下了。嗯。简简单。但。大致最要紧的切什么哈？嗯嗯嗯。现在，鱼蟹啊，那你炒几天？加味？那炒了。就专用银针米，银针米。那还吃到那白的这种啊？哎，这里已经熟个了，姐你。是啊是啊。已经煮熟了，等起来喂。那你这个，我那个米老硬了哈。嗯嗯嗯。那这坑类泡蛋不？嗯。啊，那老家人一般不煮坑类。嗯，一般不。嗯。那这都个都不会白了啊。嘿。都不会白了，苦我了爱炒了哈。嗯。我命他对他命的啊。所以讲啊，个根个摘得啥了？嘿嘿。嗯。那得用个包亏白。好。好了，把三个包。包亏白一盘。好。那都看到你买鸡了，看包裹都没有开。这哪开呗？啊，干哪些？干哪些？啊，那这应该哪子熟了嘞？哈，熟了。搿只有爱板熟。高香粉板的嘛。五香粉。哎，头板的嘛。你看，那不高香八角棒烧好来。嗯。是有那种地道的味道。半单步了，嗯，八角的味道出来了，嗯啊，这五香粉里面，高香粉难啥子软的在，啊，哎那也不胖了，哦，那半斤面了，哎个丑子子，哎呀，半斤面了，大肯定高单步了，哦，大么高香的胖一玻璃胖个地的，啊，肯定办了这个，而且这个。一只半盘吧，啊，七加七，上面的姐姐哦，都看难挑食，啊，姐姐的那家油哈，嗯，但这样我的，不，那我再讲那油加咱们还滑，啊，底也滑，不你加那油自家加，不定的油加了，啊，这么爱加油哈，嗯啊，最后看到了加油，看不，哎，真的油自家了，你刚刚就当。很好看，你了。你说那老米阿里不低价低了，哎那这花，那你看这姐姐哈，嗯，这那很很低的健康，暖暖老姐姐，低的都看看我哈老油加了，一直不断的加了包了，吃加吃，你看。哎，但是什么货？这包大概是要十个十毫升的噻，但这包，嗯，人家要管。包小个梗，阿里莫人来点的，那就过不的。嗯，那就。嗯。哇，盼，我想把个地都爱不起来，而且再搞钱啊，加还叫加还堆。这那拍卖了一流的地了。嗯，这是坏的。这他妈那里包的高啊嘞，那种地还包不？才蛮难包小股，包十分钟的噻。哦。这没炒，炒还差不多了，还没包要烧着了。嗯。对不？这样哦，要给烧包比了就不判了，这个还是个爹。哦。哎，你就包的真烧了，烧十分钟，大概拿来个。啊、但我这面错了，哎，就半包的呢，一直七加七百，比掉了。彪哥一脸得意的样子，当然看这些地啊，干干当泡泡了，我古来炒地去，
水子当讲句话，你这是不懂。来来来，这是呀，那比如哎那就吹吹讲啊，电话效果个电话不是，看个经营就效果不，虽然看白经营就好。一般这个哎那欠高一度，那比如胖红皮白，那个我们讲红欠。你讲假的哦，好重要顶那种。因就对你照顾家就这样，照顾家就会胖。还有那种高香的味道。高香叫焦焦的噻。焦的，这超级照顾的，一下下地里滑溜溜。还不懂。那我们都觉得在家里头做这个菜肯定是特别放心的哈，吃的踏实，而且干净卫生。但是这里一定要提醒你，一定要挑选对好的猪血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有味有醋就到这里了，朋友们再见。